之上，心有严以利芒，念念不起，念念不起，念不起，求有严以之上。你看，这像我讲，没按那个言辞可以表达。念心有严以利芒，心感想而严厉两个脱离，可是呢，没办法和本意思维，所谓不可思议，所以不能去。谁敢念念嘛？为正相应，只有勤真正人就相应啊。喜念神当啊，贪念养相，你喜念头来神当，该只是印度个养相模式的，即非真心，该就没真心呐、啊。故佛子，佛就是回向的佛啊。说明实相者，不坏假名，随俗而说，安度实相啊。假假名显实相，所以讲只是方便说明成为实相啊。实相者，这是回向。事故以来算命实相，这是个经文呢、啊。朱建宏上面讲，虽然是很多实相，他不会有一个相可以现，可以看，所以实相、非相、实相、非相者，两以实相无相，眼睛就是实相本来就是无相。啊，因为念念不起，啊，谁敢念念来显示，啊，不得已拥有言辞来表达，用心来想象，啊，实际上实相啊为正相应，修行真果，彻底真到实相的真理，将能够相应，啊。所以阴阴阴水冷暖次第，其家是真子后将地的思想的理地上都样的，不会用讲的啊。所以你在西藏念头讲，爱有了真思想，西念神当讲爱啊，能够体悟思想，这只是印度的思想的假名的样相，所以贪念样相。你这印度的实相的假名的样相，啊，这就没真实的信心了。这没真那个诸法的实心，没见到实相，没勤真实相。所以，假定你认为有个实相存在，这种的粗糙就不应该有。所以，马上说出个实实相者，即是非相。啊，即是非相，就是佛的意思，佛了就说出，说他，你有两个念头，马上往那里说他，啊，所以说名是相者，不坏假名，随修以说，名很多实相，是故以来说名是相，因此之故，为了要使众生明白，不得以假名建立一个名称，很多实相，法法经就成为诸法实相。林岩杰按照娱乐上没有真意信啊，严格应该太严格啊，乃至一切经典所显示的诸法的离体都是指这个实相。名词虽然各种不同啊，所显的离是重要，不坏假名以建立这个啊假名的所谓实相的名称，也只是一种假名，不好认为有一个实相存在啊。所以不好破坏这个假名，随顺世间的修地方便讲建立一个实相的名称啊。有关叫真实相，不会是有啊个实相的样式可以真，因为以当地就是无相，无相又能现一切相，所以成为无相无不相。实相的理清晨简单讲就是人人本有个真与慈心，真心离体就是为之实相，一切众生本体的实心就是两个实相，万法的法性的离体也是两个实相，平等不异，所以要产生两个脱离呀、啊，将算是真正产悟把这个真义。下面给我们第三段，心界三空同佛身。
能够躺到金刚经前面的陀里，我空法空空空三空同时都能彻底啊得到真悟。那如果能够彻真三空啊，老佛蒙一样了。所以下面经文就下去讲，师尊，我今得闻以师经典，心计数次，不足为难。若当来世后五百岁，其有众生得闻是经，心计数次，十年即为天意喜忧。释菩提当时对释迦世尊讲：“世尊啊，爱释菩提现在老佛同生一世，请闻佛所说的妙法，爱得到听到上面的金刚把这个妙义也是经典，爱已经听到了，爱听到爱的两世请闻佛，听到佛法，要升起信心求了解，又能受持，啊，不就为难？”不算难，老夫同生一世，闻法成心不会难。若当来世，实若当来之世，分一灭以后，正法前缘、相法前缘过去，到了后五百世，末法时代。关于这个后五百世，前面经文已经讲过啊，就不必再讲。到了末法后五百世的时间，家下众生呢？压障沉重，斗争坚固，其有众生得闻是经，其中在末法的众生当中，一个有人躺到第二部金刚经，能生信心，能够了解，有些的接触才法，因此不是所谓心界数字，十年即为天喜忧啊，即为也有下到即为的啊，可两个人。末法时代后五百世的众生躺到金刚经能生心界数次，一个人该就是体意喜忧的人，即为体意喜忧啊，就是多厉害。末法时代躺到金刚把这能够生起信心，该是最体意的人，最喜忧的人啊。要问讲最体意喜忧呢，何以故啊？世界解释讲，要问讲啊，体意喜忧，因为此人啊，无我相、人相、众生相、殊杂相，有道流通本啊。无我相、人相、众生相、殊杂相，上面都有一张五字，写到此人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殊杂相，可能是主界的旁主啊，后来变成正文。原本无五识，只有体积有五识，是因无我相，下面人相、众生相、修杂相，用上面的我相的五啊干下来，不是那么假。可能后来的主见呢，无我相下面旁边注一下五识，就变无人相，旁边注一下五识就无众生相，又注一下五识就无修杂相。啊，这个是本来住在旁边方设施的，后来开成太师楼，老金文中央，这就变成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杂相，有按理的可能。他原本就无按理的事，啊，人众生受杂无上面无的无事，啊，因为就用上面无我相的无啊，贯通下来，思想的意义前面讲的，比对前文课题。也冇必再冇必要再讲，所以咋哈？要问个冇了个思想呢？我想即是非想，人想众生想受咋想即是非想。何以故？一切诸相即名诸佛。上面就是释菩提讲的法，佛告释菩提：以是以是，你还佛印证的法？看看诸见要问解释啊。三也是啊。高梁先生的现身所依的第三段，让满港内才不是不贴受持之间，也个属身点出来为呢？第三种就是心界三空同佛身。一云我等身个前边分言得闻是经，
心在受持，不就为难。也就是显示讲啊，释菩提世界意思讲，爱啊已经证到阿罗汉果的身果，爱勤并成佛的缘故，得到财富师啊勤闻念佛金刚经，而来心在受持，应当不为难，不就为难。要当了是后五百岁，牺牲食肉，莫不多肉火之菜呀、啊？你不闻金口之音，两两地方，说明末法时他众生不见佛，不闻法的情况。我将来到了后五百岁，末法时他牺牲食肉，身自佛，牺。其理啊，其理分一每个时间已经清有眼了，有啊，眼的意思，清久了，清久了。比如现在爱人太家，其理是家门里不差事的时间已经两三千年了，所以不是牺牲时有，一来其理分一每个时间就一眼。啊！众生的业障也就一重，莫不多肉火之菜，两地方，现世阿弥陀佛末法众生无看到应化身的佛像，三十二相八十众好的佛神呐、啊，阿弥陀佛目主无看到，目念主啊，啊，都是看，无亲眼见到佛的拍好像，肉火佛的。两盏木米的中间有一个劈喉箱，就是一条拍的喉膜呢，拍的喉膜透明的，啊，透明的呢，佛两个木米间的一个拍喉箱啊，久以来一团人人像一粒波珠样的，所以现在一般做佛像哈，都在那个木米的中间啊，捏一粒波珠拍摄的波珠，表示个。拍好像，而且实际上是一条拍好毛，嘿，拿了点好毛，拿了粘出来绑吃的，讲有长六长，长六长。佛那个释迦牟尼佛跟两张木米的中间里有一条拍好毛，那条拍好毛拿了粘出来绑吃，讲一长六尺长，表态九多张意思一点人人做的，啊，所以佛像。佛像都在那个木面中间有啊，有一粒那个珠啊，透明的拍珠啊，显示表示佛的拍好像。两句话就是讲，佛的拍好像的光彩呀，肉是拍的呢，表示佛的拍好像啊，这种的光彩我哋冇看到。两句话简单讲，我哋末法时代的众生冇见到佛。释迦佛已经一灭两千两年，啊，甚至三千年，我们没看到。所以，末法时代众生牺牲时要没见到佛像。你不闻金口之言，金口之佛的金口，啊，你讲谈的话，没谈到佛的金口的言辞，说法的原因，我们没谈到。啊，多厉害！末法时代众生不见佛，不闻法。这两句简单就是说不见佛不闻法，因为我们大家不见佛无谈到佛说法，岂有众生得闻是法空成理啊？一个末法时代的众生能够谈到两部法空成理之经，金刚经说明诸法当体即空的法空之义，破除法执，彻证法空的道理，也最深的道理显示两个道理的经典。难为高于现实啊，出名人于起悟，难流难目主看，目主看到佛遗留下来的研究。现在我们看到经文哈，一个经文拍出些个武士啊，超起佛的遗教，遗留下来的佛的遗言教。教徒教义显示内心的思维，难为高于现实，想到说啊，末法时代众神啊，你持业障沉重，
看到两个金刚经，还没升起信心，从明眼而起悟，确实接触，接触到按有弥阿妙嘅经验、经济嘅妙言、嘅言语，就是看到经文啦，能启发一个悟经嘅心理，心无想法，皆是相理，能相信一个把这无相嘅妙法，了解实相嘅真理，受益不忙。持疑不失，两处在心怀中不会忘记，因此在心地上不会失去，一概虚行，不应难负。以自己所了解的经验来升起修行的心，来破除我法迷执，察证三观的真理，该不会艰难吗？多了麻烦时代的众生能闻法能生能生信心，该不会清淡吗？是呢，在为体育需要加以这两个人啊，就是最体育最需要的人了。现实讲麻烦时代谈到金刚经能生信心的人，那是非常需要的人，那是有成善行的人。前面讲不以一佛、二佛、三心、五佛以众善行的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以宣扬佛陀正法、培育优秀僧才、积极社会公益为旨志。20多年来，借由各项法务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让大众接触佛法，明白因果业报观念，才能断恶修善，改善命运。所有的方便法门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学习佛法，才能离苦得乐。这是慈悲置业的长期以来的使命。为了护持佛法永续，利益更多众生，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邀您继续护持，共同推动慈悲置业的各项会务，让佛法甘露遍洒各地，润泽群生。护持邮局划拨账号50444468，50444468，户名财团法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总管理处，地址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电话03989-9319，03989-9319，传真03989-8787，03989-8787。
8787。慈悲置业花莲中心举办起见三天消灾超见祈福法会，礼拜三千佛明经，点灯供水护生药供及甘露施食，恭请法务三众共同领众。日期3月18日星期六至3月20日星期一，时间上午8点半开始，地点花莲中心花莲市建国路160号，电话03-831-1673。敬请与会菩萨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2023年正式开启药师祈福灯，欢迎台南地区大德为重病者点一盏药师灯，敬请亲临分会登记，不受理电话网络报名，联络电话06-271-6616，06-271-6616或06-271-6612，06-271-6612，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2段345号。有时候因跟果有矛盾的，有冲突的，说因我现在的种的因，现在修行能可以把我过去的做的错误的事情感的果能转变不能转变呢？若能转变，那就因果没有了，过去做的因现在我今生转变了，不去受果了，因果就不存在了，能这样子吗？如果假使我信了三宝，三宝加斯利礼佛拜忏或者诵经不能转变因果，那我信三宝也没用处啊，我信佛有什么用处呢？这是个矛盾啊。如果把因果转变了，因果论不存在，过去做的因不受了，那因果那个果就还不成了。如果不能转变，我们兢兢业业地学佛，把世间的享受都放下，那也没有意义了，我做它干什么呢？在这个矛盾当中如何解释？我们有的道友或者是信佛好多年了，完了还有苦难，还有不顺心的事儿吧，还有些烦恼，自己感觉着佛菩萨没加持，没有感应，退失道心，这样的有，是因为你自己努力不够。在古德当中啊，都有因果跟这个感应有个比方比喻啊，说若二水相投，说一个烧开的滚水，一个凉水，两个对到一起，如果你开水滚水多，热水多，冷水少，冷水也变了热水了，就是我们过去的业没有我们现在做的善业的力量大。说你信三宝，你修行力量的力量大，就是热水多冷水少，那你把那个业呀也转化了，冷变为热。在古德这个比喻非常恰当，说我们对业能转不能转，你转得了不？那转的意思是含义呢，说假使说
我过去杀了个人，那这时候要还他的报，他找上我了。那我现在修行的力量大，修行力量大，能可以转变，使他在痛苦当中得解脱，或者他转入果道，转入天道，转入其他的道，来找到我报复，那我修行这个力量啊，超过他那个的力量，同时他也得到好处了，转变了，他就得了善了，他就不找你报了。无论什么因什么果，都靠你自己的现在的力量。说你信三宝力量强，修行力得很勇猛，不但你自己得度，把你那些冤家说欠他们的债都还完了，把他也得度了，当然就不受报了。对，如果有人遭遇逆境，如果我们帮助他，是否他业障会转移到我们身上？这个事儿确实是有的。如果我们有些个助念团，助念团，道友自己结合嘛，某一位道友走了，就是他死了，我大家去给他助念去。因为当你助念的时候，你心里不至诚，胡思乱想，那个冤结会找到你的身上。我在纽腰，在纽腰的时候，助念团就有一个，他帮人家助念去了，回来他就疯疯癫癫的，那个死人的冤业找到他身上了，大家就帮他念佛消业障，他后来好了，好了。这种转业的时候经常有，但是你帮人家助念的时候，你特别注意，不要在那儿起贪嗔痴念。你死贪嗔痴念呢，他那个业，他那个报复，他没报复到，就找到你身上来了。就你心不清净，那你就靠三宝加持力呀，转动转不动，看你的力量大，还是你那个业来的力量大。如果你的转动的业力大，这个业是善业啊，你那个恶业啊，会让你善业把它降服。冤家，而找你还债的人，那得看你的因缘。如果你在念佛，或者给帮助他，你虽然消业障，是帮助你那个债主冤亲债主，他得度了。他还来找你麻烦吗？他就不找你麻烦了，那就看你修行力量。如果是找上你，你顶好大气，或者念阿弥陀佛，或者念经大乘经典，能转。的心是快乐的，护神的心是感动的。
念佛的心是平静的，护持的心。